离葡萄牙创业开车房，然后升降机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拿一个千斤顶。然后有人叫我们服务，我就拿着工具箱，可能在马路边就帮人把这个事情做了。巨额罚单从天而降，2万5到10万块。我就相信主一定会保守的。杨国航、官丽丹在葡萄牙的故事，请留意接下来这一集国粤语双声道的恩语之声。